边看到这个什么蒿汁，他说那小孩子出鼻血，看一把武器。他得跑得慢，比我嘞。你们昨天那边，玩的好啊！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点野菜，妈妈说这种叫异蒿菜。套了这么一点，好珍贵哦，感觉好稀有，少得很。不知道你还有看？大家好，我是长姑娘，今天我和妈妈到这里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春芽，我们摘一点回去。妈妈看到这有两个春芽，她要把它扛回去。出一趟门还是可以哈，一样卡的有点。嗯，一样有点嘛，就是两对的嘛。卡的小吧，我一瞧前面还有不了。瞧前面还有不了。得我来掏。我掏啊。哎。你坐着我掏。你掏啊。好掏不？好的，小吧，春芽，我去上面找没得的。这块芽板还可以，这个芽板有几块，这个有点大块。大块大块，今年都热回子了，有开。装起来，点小吧，一样，早的一点。妈妈好注重这里了。坐在地面，有小点，没得的，看那呀，有啦，没有。回去了，也快到接小孩的时间了，回家了。是吧？热很，热很的在中，太阳大很。走了，回去喽。哇，最近这久的话，天气太热了。都好久都没下雨了。